Hello， 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板娘小薇，欢迎收看本周的板娘 QA。最近呢，很多小伙伴都来问我啊，板娘，你到底什么时候直播呀？细心的小伙伴会发现，上周的时候，其实我答应大家最近是要开播的，所以呢，非常高兴的告诉大家，今明两天晚上我都会直播哦。所以如果你们有空的话，记得来看我哦。啊，对了，在这里呢，告诉大家，明天呢就要开始打榜了，小伙伴们一定要记得提醒大家，这个评论呢和弹幕记得每天都可以来打卡一次，在这条视频下方，每天都可以，每天爱我一次好吗？为了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呢，到时候我会在这条参赛视频下方的评论区里抽取10位幸运的粉丝，送出周边自由奖。简单通俗点来说呢，就是我的所有周边你一次性通通拥有，也就是周边大礼包。同时呢，还会有其他的奖励等待大家。我告诉你们一下，如果你拥有了我的粉丝牌，那么获奖的概率会大大的提升。好了，赶紧进入本周的翻牌子环节吧。做梦有伤说，小薇去黎明觉醒了吗？哎呀，最近很多小伙伴都问我会不会去玩啊，还问我会不会弃坑明日之后。哎呀，这让我怎么选嘛？你们说说看。一方面是光子良心出品的游戏，一方面是我付出了那么多心血和感情的游戏。哎呀，不说了，全都交给你们吧。我跟你们说，我有选择恐惧症，你们来帮我选吧，告诉我该怎么办。选择黎明觉醒的扣一，选择继续明日之后的扣二。让我来听听你们的心声吧。可爱的小小 fans 说，小薇更新完下一期视频我就加粉丝团。哎，你说的下一期是哪一期啊？我可是每天都更新视频的好吗？我是一个勤劳的小蜜蜂，你可不许耍赖。因为我最近要打榜啊，如果你有粉丝团的话呢，你的一个点赞就变成了3个点赞，你的一个评论就变成了3个评论，你的一个弹幕就变成了3个弹幕，你知道吗？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啊，最重要的是呢，最近这个粉丝团有优惠啊，只需要1元限时加入，所以呢，小伙伴们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，过了这个村可就没有这个店了。关键的是现在加入粉丝团还能在我的直播间抽大奖呢， Switch 等着你们，以上所有的奖品通通白给。 Switch 等着你们。还在睡觉的月亮说，小薇，你可以在王小贱睡觉的时候偷偷给他化妆吗？哎，这个主意不错啊，嘘，不要告诉他，回头咱们趁他睡觉的时候好好给他来个全套，就是我曾经给瑞派小姐姐画过的那个，不是很黑很黑很黑的那个，估计等他起来照镜子的时候要吓死了，老娘可不是好欺负的。 Viking 七说，如何傍上富婆？这个问题我该怎么回答你呢？因为我既不是富婆，我也没有资格去傍富婆，我完全没有经验啊。哎，这个哪位小伙伴如果有亲身经历或者有经验的话，欢迎在弹幕里面来跟我们共享一下。哇，有一句说一句啊，在这里呢，我堂堂千万粉丝 UP 主王小薇在这里要给你们上上课啊。什么傍富婆啊，傍富豪呀，咱们自力更生好吗？还有一点很重要，如果你想要跟优秀的人在一起，那你自己首先要让自己变优秀，对不对？希望我哪天能变成富婆，你们来傍我吧。本周 QA 的所有内容啦，感谢小伙伴们在这一周里面给我的支持。如果你也想参与到我的 QA 问答当中来呢，非常的简单，只需要在我所有的视频下方进行评论留言提问就可以了，我会从中选择的哦。我们下周再见了，拜拜。